看看这下，在肘部是不是能给到庄湛？这下然后跑出了一个身位。看怎么给庄湛拿到就是投。确实不要忘了，庄湛从大学开始到现在，他都是以他的投篮而闻名，尤其是外线的远投。庄湛再次获得机会。 你还能怎么去说庄湛的手感？庄湛要再来一个，能不能再续一个 ？Oh my god！ 庄湛似乎要杀死这个比赛。